最近有不少人狂收到疑似朋友要求加LINE的讯息，或是理财专员，以及是或是声称投资名牌诱导点选假网址，一不小心就会被骗取个资，造成财务损失。提醒您以下注意事项：一、不要点选来路不明的连结，或是输入个资与密码；二、若来电显示号码很奇怪，小心不是朋友，是诈骗；三、不要相信来路不明高获利的投资名牌；四、收到疑似诈骗讯息，应立即回报垃圾简讯，并且封锁与删除；五、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，或是上165全民防骗网、买购骗网站，或是台湾事实查核中心，查询是否遭到诈骗。钓鱼信息不乱点，小心求证，拒绝诈骗。